以癫狂做掩护的孙膑终于逃到齐国，在大将田忌手下做了军事。为了复仇，也为了最终一争高下，这对师兄弟以天下为战场，以万千生灵为代价，展开了生死搏杀。围魏救赵，马陵简造，一出出名垂青史的活剧落下了大幕。士兵的鲜血染红了天边夕阳，战场一片死寂，只有孙膑的身影还留在那里，绝望地想找回那早已被深深埋葬的友情。马陵兵败，庞涓被杀后不久，魏惠王将国都从安邑迁至大梁，因而历史上也把他称为梁惠王。不是说好再过十日才施阵法吗？何必如此着急？莫非有魏国的消息了？邯郸已经快保不住了。必修观，
怎么，庞涓已打到邯郸城下？不错，庞涓自率军进攻赵国，几乎是每战必胜，赵军如今已不敢出战，凭借邯郸城高池深，据险死守。但依臣看来，若无援兵，邯郸迟早要落入庞涓之手。大王，魏国对三晋之地志在必得，倘若容他吞并韩赵，我齐国只怕难以抵挡了。但庞涓所部连战节节，士气正盛，魏国五族凶猛彪悍，闻名天下。我齐国倘若贸然出兵救赵，只恐难操胜券。这如何是好？臣恭喜大王。寡人心焦如焚，喜从何来？大王心中所忧者，庞涓也。如今庞涓死期已尽，大王焉能不喜？孙先生，大王请看，以今日之事而论，此乃魏都大梁，此乃赵都邯郸。若我军直入赵境，魏军士气方盛，我方应避其锐气。倘若我以虚实入救邯郸，以魏人之心，再以精锐直指魏都大梁，我方出骑兵中途设伏，魏师必败。此计可谓是围魏救赵。好一个围魏救赵之计！将军，齐国大将田忌亲自引兵十万，连破数城，兵锋直指大梁。代王请将军火速回援。齐国竟有如此厉害的将才，孙膑。果然是你！好，好，好！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呀！在当今天下，能算计我庞涓的只有你孙膑。不错。除了我的好大哥，没人能让我孙膑糊里糊涂地废了双腿。本来我可以杀了你。住口！庞涓，你的死期到了。
钟爱卿，喝。非先生妙计，齐国焉有今日之节？田忌敬先生一杯，请。先生闷闷不乐，莫非以未能擒住庞涓为憾事？先生放心，齐国将士来日定能生擒庞涓，为先生报断腿之仇。来，不知此时先生心中在想何事？请。我在想庞涓此时在干什么。在想什么？咦，婴儿。赎哥哥的罪，来人！求逆朕！在魏国，我的阵法几乎都传给了你的哥哥。倘若我不研究出新的阵法，
我还要死在他的手里。你变了，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一个魔鬼疯子。我真傻，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没我。在魏国你受刑后不过是利用我来对付哥哥。胡说，你不过是一个狡诈、狠毒、卑鄙的小人，一个比我哥哥还要狠毒的小人。难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仇恨吗？婴儿，你去告诉庞涓，我孙膑已辞官隐退，愿在鬼谷等他。兄弟和解。什么？孙膑他真的归隐了？只要你辞去官职，孙膑愿意和你一起去拜见师父鬼谷子，由他来裁决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。来人，在备车。我要立刻进宫面见大王。是。好。没有了田忌和孙膑，齐国就不足为惧了。齐国忙于内争，必无力出兵他国。臣愿率所部攻打韩国，韩国一破，我军便回师，全力对付齐国，实现大王一统中原之宏愿。庞将军，谍报传来，韩已向齐国请求援兵。早已在我预料之中，齐国想必一定启用田忌为大将军吧？不错。孙膑又担任军师了。怎么，将军早有所料？除了孙膑，天下还有何人与我庞涓为敌？我亲自出征，就是为了引孙膑出山，以雪桂林之耻。大王，臣以为，倘若魏国吞并了韩国，就直逼我齐咽喉，怎可坐视不救？大王，我齐泱泱大国，岂容魏国肆无忌惮？但是早发兵，只是替韩国流血抵抗，况且要受韩国的指挥。军师以为，立即答应韩国的请求，使之奋力抵抗。待到韩魏两国精疲力尽，我齐国大军再赴疆场，一举夺胜。好，大王。桂林一战之后，只怕庞涓不再轻易上当。此人狂妄自傲，贪心不足。我以归隐之计诱他出征，他以中计而行，此次必死无疑。将军，兵法上说得好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制战，请庞将军以设计为重，火速回师本土，
是齐国不敢轻易冒犯我疆土。报。启禀将军，韩国三军全线崩溃，主将自杀身亡，残兵望风而逃。乘胜追击，直捣韩国国都。是。慢。将军，我军已远离本土，若孙膑偷袭，军国之危危在旦夕啊。公子以为他孙膑就那么可怕？孙膑迟迟不发兵，等的就是今天。可是公子忘了一件事。哦，请将军教诲。我庞涓也在等着他孙膑，我劳师远征，慎犯险境，就是为了在天下人面前与那孙膑一决雌雄。将军，骑兵土灶约有一万。十人一灶，齐军兵力十万，前锋谨慎，不可过激。是。将军，齐军土灶五千。啊，是少了一些。齐军减员了。命令前锋，咬住齐军。是。
将军，齐军土灶不足一千。将军，不足十日，齐军减员九成，足见士气低落。此次孙膑非全军覆没不可。启禀将军，齐军加速撤退，妄图逃回齐国。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将军，前面就是马陵道，两侧悬崖绝壁，中间临深路线，定难以通行。启禀将军，齐军已逃入马陵道。好，分兵两路，你们带兵马从山外迂回，截断齐军退路。我亲率精兵直穿马陵道，务必全歼齐军，活捉孙膑。遵命。将军，马陵道地势险恶，一定要小心伏兵啊。尔等放心，只管堵住逃敌，不准漏网一人。保持队形，全速前进！全速前进！有违令者，斩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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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将军有何吩咐？你速赴安邑，将此信交给代王及公子，请他们力发援兵，前后夹攻，共破孙膑。属下遵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将军，这是从齐营那边传过来的，已经两天了。这是齐国的民歌。齐国人到底是想家了。将军，齐军斗志松懈，我军何不乘夜出击，活捉孙膑？焉知这不是孙膑的诱敌之计？敌众我寡，还是等代王的援兵赶到，我军才能稳操胜券。是。军师，目前战局久拖不下，我军粮草困难，人心浮动，这歌声诱敌之计也未见成效。你看如何是好？庞涓一定会向魏王搬兵。如果这样，我军处境危险，倒不如暂且撤围而去。绝对不可！庞涓狡诈奸猾，倘若这次放过他，我们一切谋划就前功尽弃，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兄弟携手共闯天下，苟得富贵，永不相忘。多么好的一对兄弟啊，如今处心积虑都要置对方于死地，可悲可叹。什么人敢胡言乱语？小弟苏秦拜见师兄。苏秦师弟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让我进去！快让我进去！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我要见你们将军！不行！让我进去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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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许进！不能进！不能进去！快让我进去！什么事？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师弟张仪拜见将军。你想必是为我和庞涓之事而来吧？庞姑娘日前到了鬼谷，向师父哭诉你和庞师兄之间的事情，师父命我和张仪下山劝解两位师兄和好。你以为我与孙膑真能和好吗？小弟无知，不知师兄这和好一说从何而来。小弟只记得幼年学艺之时，亲眼所见两位师兄出入相伴，情同手足，并以生死相托。两位师兄结拜的誓言，小弟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住口！师兄，以天下之大，可认两位师兄驰骋，何苦狭路相逢，冤冤相报呢？两位师兄，不论谁生谁死，都会伤师父老人家的心。师兄，你就不能退一步吗？倘若庞师兄有意，何不与孙师兄见上一面？小弟愿从中安排。两位师兄的误会，也许会在片言之语后就能瓦解冰消了。师兄，莫非师兄忍心让师弟无功而返？让庞姑娘一片苦心付诸东流，让师父后半生伤心难过不成？
也好。倘若庞涓愿意，我们兄弟可以见上一面。兄弟间的恩恩怨怨，没必要让两国的将士再跟着流血。孙膑，当今天下的确没有比咱们更了不起的兄弟了。两个国家的君臣和士兵，在为我们兄弟间的游戏而流血。你错了，庞涓。我们不过是在为各自的君主做一场游戏罢了。游戏已经开始，谁也无力叫他停下来。不错，我们两个人注定了要在疆场上一决胜负。你又错了，不是一决胜负，而是一决生死。孙膑，你果然恨我。你还是错了，我已经不再恨你，因为我明白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能抵挡权力的诱惑。当初我们谁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，还是师父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共事于一国之内。当日我若不出手害你，今日恐怕早已被你取代了我的位置。庞涓，你错得太厉害，当今天下没人能取代你的位置。你最大的对手不是我孙膑，而是你自己。你的弱点就是不能容忍包括你最好的兄弟，而我呢，又太看重这份手足之情了。于是我最热爱、最尊敬、最信任的兄长抓住了我的弱点，让我……好兄弟，可你的心计也不在我之下。先是用假兵书换回了一条命，再装疯卖傻逃出魏国。孙膑，你超脱淡泊，与世无争，可你的野心一点也不比我小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太多太多的弱点，今天我抓住了你的弱点，你就死定了。你我今日相见，还未分胜负，焉知生死。与我相见，你就必死无疑。我早已派人向魏王散布流言，你我阵前和解，共取魏国江山。魏王本就生性多疑，而你往日狂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在朝中结怨极多，无人会为你辩解。援兵你是等不到了。孙膑，还是你狠你毒，我到底还是中了你的奸计。当初你也是以反奸计来害我，我不过以其人之计还治其人之身。我孙膑不会轻易害人，但如果害人，就绝对要置对方于死地。好，孙膑，死在你手里我庞涓认了。如果你还当我们是多年的好兄弟，我死以后，你把我的尸体带回鬼谷，埋在我们当年一起读书的那棵松树下面。这
启禀将军，军事，我军大获全胜，庞涓所部全军覆没。庞涓呢？庞涓被万箭穿身，死于乱军之中。可曾发现庞涓的尸体？哦，未曾找到。